就把我摆在这个圈，后来我就抛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夹了，就感觉像钉子这样，感动了，根本打的整个腰背一样，太爽了。后来就抛了，我那时候已经掉起来了。一下有比较难，有用啊，最后被他录啊，因为你前球做不好，还有就是因为前球完全前球打了嘛，对，然后他就有机会被贴住，然后第二球就是既然是目标被贴，那个准备上就会很重，你那时候觉得说那个打的第二球打。早上大概十点，快十点了。早饭到没啊？我来看他一下。没看走了吗？哦，走了。他是跑步，是他是吗？对。早上刚好他还坐在这个最角。刚刚呀。走了。他大概十点。大画家已经下去了。啊，画家现在早一个。不过画家可以连着打。那可以连着。对啊，太脚干了。不会累的了。太可怕了。今天打补的。要不然那另外一张椅子摆一把，就看是谁的，拉拉上。好，好像也是他嘛。哈，是啊。没有人为你整一次就开了。没有，差一次是没问题的啊，差两次不行啊。没人再打。啊，那阿贵打不啊？
Thank you.
200块。一天断的啊？有十支球拍，你一天断十支球拍，那那天断还断三支球拍。断拍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断线还断拍？断线，断线还断拍。你拜我那一天。大学那么大门要用细线。礼拜五那天早上去，晚上都跟你打，下午又去八点打，晚上又来这边打一打，番茄好像上上三层。还好还好，老汉。对啊，那他都是什么？主打，体育主打。对啊，八德那块就走他。八德那个。好，我讲。